忙活了一整天，还可以吧，朋友们？这个棚子的保温工作已经全部做好，但还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两口子。因为这一个暖棚是建在大哥种菜的蔬菜大棚里面。所以这地上全是泥，这围板上的泥和水都结冰了，一点不好打理。一会儿我们准备去市区买点材料，好好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，再带大家看一看世界上最冷有人类居住的城市雅库茨克像什么样，还有他们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。山上了，看这哥们的油箱是加热的呀，我看到上面有一个阀，不知道是什么阀。这马上就到市区了，车挺多的，特别容易堵车。他们那里有一个雅库茨克2024，不知道是什么冰雪节还是什么。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建材城，准备进去看一下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没有。这里面好像是墙布，还有这个地板胶，我们可以拿去贴哦。对，对不？嗯，这个地板胶把它贴到那个地上，这个可以啊。不是就把那个泥给隔绝了吗？嗯，我们问一下，399，就这一种吧，我感觉也行，买宽一点的那种，是吧？啊，这么多？哎，好多好多。有499，599。这里还有500多，600多。600多。嗯。哇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厚。可能用一年它都不会烂，这个都不会穿。这个贵呀、啊！这价格贵，2000多。确实，家里面不行。嗯。就这种最宽的是多宽呢？哪种是五米宽的？13900多。这就是10米吗？他们这边还是用日系车的比较多。我们第一次来逛中国超市。这是我们中国生产的海底捞，还有茶。我们准备来买一点米，米吃完了。二姐啊，我饿了，我想整点。25公斤的4000，10公斤的2000，我们买大袋的吧。行。我跟海波的接货，完了那个让赵丹。这不用翻译机了，这。啊。凉拌菜，几十块，这是一克还是多少？这一盒多少钱？一盒258，应该是50克吧，我想的话。这才3点钟，回来感觉天都快黑了。黑妹，咱那炉子还没有熄火。根本搞不动，全是冻上的，冻土。我想把它穿平点，穿不动。就这样铺吧，确实没办法。这个这里找了几个纸箱子，准备先把它铺在地上，这样稍微平一点。这个炉子要掰开，我刚刚摇了一下，冻上了。冻上了啊，你看，我来看。耶，确实冻上来了。
感觉好重哎。拿得动不？要不我们一起来呗。哎呀，这个房子太矮了，不行，两个人来抬。感觉这3.5米的地板格还是挺宽的，搭了这么多了，这边还剩这么一点点，可能我们这个棚子两层膜一弄好了之后，内空应该没有5米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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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哟，巴适的很，一个人一会儿就把它搞定了。可以哦，还进去。哎，咱这个车库车轮压的地方都铺上这个地板革了呀。哎呀我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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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刚刚去超市买了2包饺子回来，早上出去到现在一口饭都还没吃呢，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。这里，猪肉。应该是猪肉的哦、嗯。这个相机也不行了，刚刚回来才把这个炉子升上，火一燃起来之后，给朋友们看一看。我们今天一天出去嘛，没有烧炉子，这些就结成冰去了。回来车里面暖和了，就化成了水。这相机也全是雾。刚刚准备拿手机来拍，手机的摄像头也全是雾，打了一点蘸料来蘸，这样吃了暖和一点。还没来，你先吃。啊啊啊！行行行，不然这个滴下去了。嗯，有点山珍海味的感觉。真的饿了，今天上午出去嘛，就想着买这个。这边黑的太早了，朋友们。3点来钟，3点多一点点天就黑了，感觉一天都没干什么事儿，又天黑了。刚刚在市区买了几个彩灯回来，但是他们这边的插头全都是这种，我们那个插排插不上，我给它接了换了一下，看一下亮不亮，220伏的。哦，亮了亮了，可以哦，可以可以，咱拿到外面去安上。黑妹儿，把电插上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快点出来看。怎么样？特别的巴适。可以哦，好漂亮啊，感觉。忙活了一整天，还可以吧，朋友们？地板胶一铺上了之后。瞬间感觉这个暖棚里面干净了很多，把那个泥土给隔绝了，又搞了几组这个彩灯来一挂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真的越来越有家的感觉了。这里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，今年如果说可以的话，这边雅库茨克好玩，我们就在这个暖棚里面过年了。朋友们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的给我们两口子点点赞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